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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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咦？啊，你干嘛呢？哦，小厨娘又上线了。啊？做的啥饭呢？面片。面片。嗯。这是你炒的。是的。我尝一下啊。嗯。哦，你这厨艺可以啊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真好吃，假好吃。好吃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的宝贝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！都是我的宝贝呀、啊！你想干啥？我吐了。你等会儿，中间两瓶红酒是咋回事？我没让你喝酒，你啥时候去买的呀？那都之前了，你看都落土了都。白酒、红酒、啤酒、洋酒，你想干嘛？你今天你不知道我不让你喝酒吗？现在喝一点吧。不存在。哪对呀？都落土。给我放了。到底想干嘛今天？你不让我喝，我就摆在这看一看呗。我吃着面条看一看。我也开心。我的天哪，这叫望梅止渴，你记住这个成语。我想玩个游戏呗。你看这个是一号，这两个一样嘛，这是二号，这三号，这四号、然后我站过去，然后你把这个酒打乱，顺序打乱、然后到时候我说几号，然后到时候我就喝几号。喝完那不存在，没有，可以考。你是今天就是馋酒了是吧、就单纯的想喝一几口，就喝一口吧。我数十秒，你转过去啊。一二，我选一号。你选一号是吧、你确定是吧、来转过来吧。白酒喝不到，你就只能喝点饮料酒，我告诉你。白酒别想了，白酒给我吧，你给我。是酒就行，是吧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还不让你喝酒，还偷偷的买两瓶红酒。那这红酒明天我就送给我客户了。别啊，那是我之前买的，还挺贵的呢。你不喝，我送给客户咋了吗？别啊。老老我看着也开心嘛。行行，看着开心可以。现在你别吃了。干嘛？把这酒从哪儿拿来给我拿哪儿去，放好。我等一会儿放嘛。你看我饭都不香了都。等于说看着酒，你吃饭会香一点是吧？这样可以，反正你今天就只能喝这个。听到没有？哎，太难了。我的宝贝儿啊，不能喝你们，你说的难不难？我们看一看。拜拜，赶紧吃饭吧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